你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？我被一个叫博士的人救了。教主那儿负责药物研究的那个人，是。从教主那儿出来，目前记清楚了吗？ 我被教主注射了一种神经毒素，你怎么没回安保小组呢？教主他们利用你，让我去山海关车站摧毁专列，结果被我化解了。在回来的路上，给我派了一架飞机，飞机迫降了，但是我们两个捡了条命。 就是还没来得及回安保小组呢。你累坏了吧？看你眼睛里全是血丝。你离开我的这些天，我就没睡过一个好觉。
江叔让我来接你。啊啊！你怎么弄到这个的？那你们开枪吧你！罗副官，我告诉你，你们只要一开枪，解放军就来抓你们。他们要过来，我就先打死你。不过教主给你特赦令了，但是你要反抗，我现在就打死你。已经11月1号了，如果天黑之前我再查不出教主的下一步计划，我就把你送到安保小组里面去。我不会给你太多时间考虑的，我说的是真的。我带你去一个地方，教主的杀手就藏在那里，但是你能不能找到，全看你自己的本事。哎，什么意思？带我到医院来干什么？教主的杀手会藏在这儿吗？他的重武器根本就运不进来的，该带来的武器早就运进来了，但是杀手和武器究竟在什么位置，我不知道。你告诉我，教主在满洲里的藏人地点到底是什么地方？你想知道的东西太多了。你宁可出卖教主的杀手，都不会出卖教主是吗？我永远不会。不管他怎么对我，走。组长呢？我要见一下组长。组长不在。就是组长让我把你带回来的。啊，乔尚军，你就没有什么需要向我们解释的吗？先把叶芝安顿好，让他别出危险，我会跟你们解释一切的。好，来人，把叶芝带去。是。
去哪儿啊？都好几天了，我回去洗个脸，换身衣服。小郭，我见到乔长军的时候，他正在和咱们刚才抓到的那个敌特叶芝在一起。据咱们的人报告，目前韩冰正在自己的家里，他怎么会那么轻易的从教主那里逃出来呢？你没觉着这两件事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？我不会怀疑乔长军的。我不是怀疑乔长军，可是你也不怀疑韩冰。调查韩冰，我这个人选不合适。你最合适。韩冰不会跟我说实话的。我这么做是为了帮助乔长军。看得出来乔长军很担心韩冰，你可以主动的告诉他，你这么做是为了保护韩冰，搞清楚韩冰这几天的经历，就是对他最好的保护。我试试吧。共产党的侦查员引到医院去了。我妈不会。到底是我小看她了，还是你在她心里根本就不重要？告诉你，我妈把我看得比她自己的命还重。那到底是重不重，咱们试一下就知道了。可以帮你，可你得先放了小林。他对我很好，我不舍得伤害他。你骗了我！你骗了我！你骗了我！闭嘴！不要！如果一个小时你没有回来，或者带着别人回来，这个东西就会爆炸。之门是天地根，绵绵若存，世之不勤。韩冰，陈长军给了我你家钥匙，让我来看看你。你怎么了？没事，他
头有点疼。那走吧，我送你去医院。不用，没事。乔长君被扣押了，你要是想帮他，就必须把这几天你怎么从敌人那儿逃出来的过程告诉我。一个乔博士的人救了我，他想出国，可怕现在已经过了边境了。他没有证件，是出不了边境检查站的，而且他一定会被抓住。你把乔长君的证件给他了。韩冰，你这是害了乔长君，你知道吗？你怎么了？来，走吧，我送你去医院。小心。君的证件是我偷的，跟他没有关系。这话我信，你觉得我上级能信吗？把你这两天的行动都交代清楚，教主到底把你带到了哪里？只有抓到教主，你的错误才可以弥补。我不知道，我进去后再出来的时候，我的神志已经不清楚了。他们给我打了一种药，想要控制我的精神。组长好。组长，乔长军在哪儿？乔长军在小房间里。哦。哎，你说杨组长会怎样对待乔长军？给乔长军记功，使他抓住了敌特头目叶芝。记功？你没看他脸色，不像。组长，为什么不让我出去啊？啊！飞机迫降以后，我很担心你。我已经找到礼拜天的下落了，礼拜天在医院呢。哎，把我放出去，把礼拜天给抓回来呀！飞机迫降以后，把你所有的经历一字不漏地告诉我。组长，礼拜天在医院呢，把我给放出去，把他给抓回来，我再慢慢跟你说，行吗？我已经派人到医院搜查了，没发现可疑的人。那你现在就说说，为什么私自带着叶芝去展开调查的原因和经过，都告诉我。飞机迫降之后，我抓住叶芝了。叶芝很硬，他什么都不跟我说。后来我就骗他，说飞机是教主给打下来的，教主想抛弃他，让他对教主死心。后来他就什么都跟我说了，带我去抓礼拜天了。那为什么回到满洲里之后？不带他回到安保小组。我是觉得安保小组里边有危险，虽然周锦荣被抓住了，但是我感觉还有其他的危险。我是怕他回来之后被莫名其妙的灭口了。你是说在小组里头还有内奸？我只是凭直觉，但没有证据。相信我吗？我也想帮乔长君。我相信。那你就尽快告诉我，教主到底把你带到了哪里？你要是说不清楚，一定会有人怀疑你帮助教主。我真的不知道具体地址，我只知道那儿没有公路，林子很深，好像离边境很近。标出来，大概位置就行。你来这儿找我，除了你，你们小组真的没有其他人知道吗？
没人知道。你的证件呢？证件？干嘛？你要停我的职啊？我想看看你的证件。我没带在身上啊，放在家里了。据我所知，你的证件已经在别人手里。在谁手里？小顾刚才向我报告，韩冰把你的证件交给了教主手下的一个叫博士的人，是他帮着韩冰逃出来的。我已经让边境检查站重点关注这件事情。我不知道这事儿啊。韩冰已经影响了我们的工作，我最担心的这件事终于还是发生了。回来，你干什么？我去找韩冰，我把事情问清楚啊。你能问清楚吗？能问清楚，他不会有什么事瞒着我的。可他已经瞒着你，偷走了你的证件，这件事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。对于这件事情，你要做出深刻的反思，回去给我写一份深刻的检查。我愿意，愿意接受任何处罚。别给我唱高调。我现在帮你分析一下这件事情的动机和结果。韩冰把这件事情说出来，是想为你洗清干系。他把这件事情告诉小顾，说明他对这件事情并没有看重。也就是说，那位博士和教主要摧毁专列的事情没有直接的关系。否则，以韩冰的心思缜密，他绝不会轻易说出来的。1864专列还有不到40个小时就到了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究竟是韩冰个人的清白重要，还是专列重要？你心里应该比谁都清楚。接下来你该怎么做，你心里应该很明白。组长，洪生，给江昌军准备点吃的。这么长时间，他肯定什么东西都没吃。是。你是干什么的？哦，我是张来若尔区派出所的，医院是我们的管片，我过来抓点药。啊，这是我的证件。赵志国，这病房里的人呢？我不知道，我到这儿的时候就没有人。记得要按时吃药啊。刚才有生人来过吗？我没有看到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只是问一下。你画下来的范围太大了，你能描述的具体点吗？那具体是个什么地方？房间很大，哥特风格的建筑，到处都是警卫，用的是二战遗留下来的老式武器。好像我记得在离开的时候，我迷迷糊糊的走了很久，才看见公路。你再休息一下。
我是顾可一。韩冰提供了教主落脚点的基本信息，我推断大致方位应该是在东南45公里。西南15公里，你赶紧派人去查一下。好。邵元杰应该在医院里，我派他去接应你，你把具体方位告诉他。好。所长。小顾同志。请问你们所里有个叫赵志国的人吗？有啊。哎，这个人已经牺牲了，怎么了？我带来做检查的人呢？不知道，我刚才进来的时候这里就没人。方副市长，坐吧。有什么事情吗？有件事儿，我想当面和你说一下。直说。186次专列要来的那天，把我们医院的人都疏散了吧。为什么提这个建议？我们医院离铁路线比较近，我担心敌特混进来会摧毁专列的。哦，你特意来就是为了说这个？护士长，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事情？医院里发生了异常的情况，还是遇到什么不正常的人了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就是想给您一点建议。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。说吧，现在对我来讲没有什么不好的消息。韩冰失踪了。你让顾可一到了你家之后发现韩冰有点神志不清，于是就把他带到了医院，可没想到有敌特跟踪到了医院。敌特是以公安的身份出现的，接着韩冰就失踪了。那顾可一呢？顾可一在哪儿？你别怪他，是我没有安排好保护韩冰的事。哎，
我们这么对待乔长君，是不是对他有点不公平呢？我比任何人都更愿意相信乔长君，但是这个韩冰一直是我们之间的一堵墙，他和乔长君之间，他和教主之间，到底藏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这些个疑点，必须让他自己一点点解开。是不是安排一下对乔长君的追捕？这样，从另一方面，我们还可以配合他尽早抓住迪特·礼拜天。嗯，告诉下面的人，要掌握好尺度。乔长君是自己的同志，不能伤着他。是，也应该派人接应一下，他一个人行不行？你放心，人我已经安排好了。怎么找着我的？我一直就在安保小组外面等你。你不是被关起来了吗？怎么跑出来了？杨维忠提前把我给放了。那你跟着我干嘛呀？我现在自身都难保。别人我信不过，不过你也够怪的啊，怎么自己人总是跟你过不去呢？这事儿就甭提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跟着我呀，一点好处都没有。现在别人正在抓我呢。我可以保护你。我可见过你的身手，就凭你那两下，还真不是礼拜天的对手。行，那你就跟着我抓礼拜天，他藏在什么地方，我一定能查出来。怎么，你带我藏在这儿啊？有罚金，没在这儿。那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我还知道他另外一个窝。这个挖心靠得住吗？靠得住。哎，这地方安全吗？安全。谁呀？哎，盖大叔！哎呀，盖大叔，我想死你了，盖大叔！哎，你那混蛋舅舅呢？啊，在里边。你俩怎么混一块儿去了？为了抓特务，我跟他，我们俩大伙干上了。抓特务？抓特务不跟公安一块儿待着？怎么整的跟丧家犬似的？哎，有些事儿啊，该问问，不该问的别瞎问，知道太多了不好。哎，我说，盖爷爷，我是个本分人。啊，你老要是报仇啊，甭管是抓公安还是抓特务，我不跟你掺和了。这在当地你也算是一号人物啊，这胆儿怎么就越来越小了呢？关在他们的安保小组那儿，我算是想明白了。我这人没什么念想，每天仨饱一倒，见天能喝上点地瓜烧啊，别的事什么我都不沾喽。那你听好了啊，乔同志。大干部，你巴结好了以后啊，指定给你大钱。是，我们的资金很充足。
看我的，掺和掺和。舅舅，你怎么还想着钱？蒙古族对待朋友不能这样。这个油花金到底干什么去了？谁知道？找他相好了去了。哎，你又干嘛去？我尿尿。人呢？什么人呢？你说呢？不知道。我常问。干什么？干了说，你们怎么又回来了？不是你们没走啊？我这人呢，最恨出卖自己人的人。对这样的人，我是不会手软的。我没出卖你们，我出去打酒去了。让他们跟上了，这我有什么办法呀？真的，真的。哎，八爷，八爷，拉着他，拉着他，别这样，跟他说。哎，哎啊！我找你单独谈谈。哎，别！哎哎，八爷，干叔，他想干啥呀？放心，他不会伤害你舅舅。本是不期而然，爱却任其发展，生命可留余地让我去期盼，满目萧索的心也似会复燃，我贪恋这一丝波澜，就一场圆满，上天只给了你我一个片段，短暂的交汇，驱散一生的恨。
黑暗不褪色，像最亮的光，让遗憾都黯淡。本是不期而然，爱却任其发展，生命可留余地，让我去期盼。满目萧索的心，也似归复燃。我贪恋这一丝波澜，我们都求一场圆满。上天只给了你我一个片段，短暂的交汇，驱散一生的黑暗不褪色，像最亮的光，让遗憾都。